跑架了内讧了。谢谢宝宝。爸。你怕没人给你擦屎啊？你又开始了。你很耐皮哦。爸。给你卡机。吃不下。吃不下。你拿走吧。小心把鸡胸给按下去了。你们友谊的小船破裂了。我不劝架的，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啊。我不劝架的。你先打了他是不是？你打了他很多次是不是？啊，你现在还要我去劝架？妈妈不劝架的。那种电视剧上面就是被宠坏的儿子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妈妈再去帮你解决问题是不是？怎么解决？解决不了的。哎，你就是想叫妈妈揍我而已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要去哪？啊，我听你说你去哪里。你要吃东西是不是？你要这个？妈妈在下面呀，不是吗？哦，你奶瓶掉了是不是？哦，谢谢，妈咪把它塞回去。你别给我拿针哦，给我奶瓶，奶瓶给我。我装回去。我装一次说你一千。我们又要去哪里啊？又要带着快乐和智慧的快乐跟智慧的家告诉你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在地上了？帮宝宝救起来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好，宝宝又复活了。走了。准备啊！又不要我了，你让我去哪里？疯掉了！我看你儿子是真的疯掉了。我还会的，我也会。啊，我完事了。下下下。耍赖，我让你耍赖，专治耍赖。怎么了？你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搞笑啊！一级保护废物。下雨了，我们又回来了。爸爸说要拿把伞，我们继续下去。你没拿伞啊，哥？
你把那个多一次一点啊？吹那个吹那个吗？可以啊。半年你想吹？吹那个吗？你要出门去哪？不是出门。对啊，那不花园走走吗？吹这个。吹那个。啊。很脏的、哦。你总是很怕它脏啊？那那吹 B6 它耳朵都不开心呐、啊。到底是你走还是乐宝走？嗯。啊。我喊他盖过。嗯。怪不得我说楼下都没人呢。太喜欢。对啊，真的真的，这个东西叫做入户花园。没有其他住户的，这里就是我们家自己的，别人也打不开这个门，应该很多地方也进不上这个电梯。你听我说，应该很多地方没有入户花园吧？啊？这个概念，很多地方应该没有入户花园。这些是建筑法的，哦、因为这些是建筑法的产物吧？应该是。就是假装送你那个面积，是不是？是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用爸爸的命来看你的，你站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帮，我帮妈妈先看着你。啊！你怎么了？你蛋仔给他，然后乐宝又。我没吃的。你是不是偷吃了雪糕？拍手啊！拍手叫好。Biu 说你摸几遍了还没